了新的时代，奏响美丽的旋律吧。只要来到这里就安全了，谢谢。张霸，用兵器横扫那群魏军。之光啊！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看招！嘿哟！战友会来的，不知大意。强大不容小觑，必须考虑对策。战友会来的。结束吧。要相信这场胜利会通往和平。结束吧。
视为禁地，在下乃君神之子，绝不能在此败退。大家不要大意，别去取了，务必死守父亲托付的樊城。虽然想将军粮运往前线，但从这里直接搬运实在太过遥远。那就为麦城的周仓将军送去军粮吧，可以从那里将军粮送往前线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希望之光啊！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结束吧！我等了，我们从麦城前来助阵。吐血凝蝶之曲吧，打击敌人的痛处。凝蝶呢？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照亮未来吧。报告，庞统将军被关羽军生擒了。庞德将军居然落败了。将军，现在正是我们出击的时候，救出庞德将军，然后一起联手消灭关羽吧。关羽，宇文泽，开城投降。什么？吴志求保全麾下全体将士，莫伤一人的性命。没问题，我以义兄刘玄德之名起誓与你约定。将军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您害怕了吧？
军令如山，长官的命令就是一切，不许抗辩。可恶！您怎么能？各队集合，准备对敌。即便是投降时，军纪也不能乱。是。啊，真是想不到，居然连于禁将军都投降了。咱们会怎么样呢？这样下去，不是被活活饿死，就是会被拖到病死。说不定自己淹死还能痛快点。士气低迷，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，继续损伤兵力也无益。不如以无一条性命来换。哎，请等一下，曹仁大人，您有点太性急了吧？满宠大人，难道阁下心中已有计策？是啊，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方法。请讲。就是不要放弃，要坚信会有部队增援，要坚定地战斗下去。怎么样啊？虽然不是什么奇谋，但也不是什么难题吧？真想不到，竟连这种事情都忘记了。好了，咱们就来一个绝地求生吧。嗯。将士们，全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吾等只有提起士气，才能挺过这个逆境。徐公明，率援军前来。曹仁将军，您没事吧？哦，徐晃大人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一直在等你呢，徐晃大人。有你做援军，我们就放心多了。曹仁将军和满宠将军都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二位坚持至今，辛苦了。在下已命援军在宛城待命，只要与我方一起行动，便可扭转战局吧。啊，太感谢了。但是，樊城已被彻底包围，您到底是怎样进入城内的？敌人的布阵的确完美，但是存在着一处破绽。在下就是突袭那里，来到了这里。破绽？难道是？嗯，曹仁大人猜得不错。这处破绽，恐怕就是庞德大人开辟的活路。既然如此，自然不能浪费他的一番心血。我们也要竭尽全力，与宛城的友军会合。